小黑在这里。好，没关系，反正我只要玩迷信一下。啊、哦，都没扣到什么分数。哎、欸，有隐形吗？啊，没有吧？没有吗？没哎、欸，有啦，哎、欸，不要躲在后面啊，躲在后面啦，我要往坐后面啦。对，可恶，有箱子，可恶。哎呀，我的无敌啊！被清掉。哎、欸，爆炸！在楼上，在楼上。快吃金苹果！快吃金苹果！不要！这种上去上不去了。没事。挖回去！能迷多少算多少吧。我啊！快跑！没事，嘿嘿，死我了！壮壮快死！可恶！壮壮快死！恶灵小心哦，怕直接丢巴拉下来。OK 的。哦，来！哎呀，要金苹果吗？要金苹果吗？有，还有。头脑要死！哦，为什么？还有什么奖励射我的？巴拉！你才巴拉上啊，白痴！没关系，是十秒结束，我们就输了啊！啊，你这啊，结束了。等下，你们上有没有绿宝石？我没有。没有，好吧，你们之后没有领钱，那两个200多块的没有领到。啊，等一下哦，紫云法师，可能还有啊，我刚刚死在这里吗？继续用。不行，你看呐、啊，你这改版怎么翻身，怎么逆转呐、啊？嗯。啊。唉，可惜。对啊，刚本来想说大家把钱全部领出来，然后躲起来就好了。我觉得这次的改版我给负分，我给负分。看人不喜欢。好的，改回来。哎、欸，我有听耶。学生拿200。200，最后一颗干掉你就没了。没有，他是被杰克炸死的，不是我，我炸的。对，是被杰克炸的。这不是巧克力炸的，杰克想炸我，然后炸到200。原来是这样，不是。你们怎么抓到一拳的、啊？报名、啊，我也不知道。报名啊！报名是不是？就随便点一个啊！哎、欸，我来解释一下哦。好的时刻、欸，我来解释一下哦。说好，杰克是那个间谍，然后他就开始，他这次不心虚了，我说好吧，那投一连，那一拳，那就中了。投票喽！史上最没用的间谍，250秒就被投回来，超快，这也不是我愿意的啊。我们国家辛苦把你送去栽培，然后你什么事都没做。我对那一片真心，他们追捧我，我还帮他们挡金光呢。你闭嘴！直接就被投回去了，直接被抓到回来。那个香香战法超烦的，香香战法超麻烦的，就是可以啦。这次偷偷改版，你们知道吧？什么、欸、改版？那个失明是不是？增强啦，因为我之前双方都有他改很多，私密从60改30，然后地狱门的下方换成地黑那个黑曜石，然后分数对那个黑曜石我们刚刚已经抱怨，所以到你们那里抱怨过了，你们也抱怨后又再抱怨一次，哎，地狱门下方怎么是黑曜石啊？还有地狱门分数下修，对下修，他觉得有人抱怨分数太好赚。哦，没关系，200，我们现在也抱怨。我现在抱怨太难
难赚，分数太难赚。对啊，分数太难赚了、啊。他一千多分呢、欸，二零没有。他说要改分数少还是难挖，就说所以你两个都一起用哦。对啊，不能两个都一起用啊。不会这样。人家太强，你砍掉他左手就算了，你左右手都砍掉了。完全废了他的武功、欸。微调，微调，真的，去微调。还好你们也太幸运了吧，一直扣150是怎样的？啊、没有哎、欸啊，很过分、欸。我已经两次失败了哎、欸。哎、欸，不是，他说几率失败就有调高啊，可是问题是你们的每次25%会失败，我们完全就不想玩了。对啊，那他们多看能不能用那个来逆转。然后你的分数扣我们扣要1000分哎、欸，好扯哦，超扯，没办法，出门挖挖不到啊，那么凶啊。200，我觉得那些第一轮不用调那么麻烦、啊。再想一想，你要嘛就有结婚系统，一切都好说。结婚，你只有结婚系统，拒绝，再也不会有抱怨。谁抱怨叫他去结婚结婚就搞定你跟他结婚你抱怨我的地图吗那我就跟你结婚好可怕哦好可怕哦喂我说就来观众场观众场观众场哎、欸，我们第二天猜到是二零，我就看二零领了多少钱出来，叫他把钱都给我，然后他只给10块钱，我就说没有哦，你不止哦，哇，掉了你领啊，几块啊，超坏，那边跟人家要钱，我还以为你们会监禁他久一点呢，他扔炸弹啊，我是想要监禁他久一点，只要他给我钱就好了，只要给钱就能多活久一点，对，哎呦，可以进来的。可以了，而且今天二零第一天超安静，超安静，完全没讲话，真的，一拳特别吵。那不是一天，那是 Owen 没有，今天平常特别特别的，嗯，我觉得我今天比平常还安静。没有哎、欸，范总会投你，心理作用，以为是随便抓一个吧？欸、竟然。但没有怀疑我、欸、天啊我投谁就投谁天哪、啊、国王真的因为我也不知道要投谁国王沿着海绵跑步我随便乱拿的随便拿我们那个都随便盖对啊老鼠偷骑士啊发现啊骑士不见了我好像没有玩那游戏啊今天就来个穿越地形好了一直向下，我大概到这一格就过不了了。哎呀，你现在可以过，在骗人啊！哎呀，我想这应该是四格，就跳不过去、啊。零了啊，零了，零了。嗯。五、哦，哎呦，在干嘛？你当做一点一三啊？对，一三啊！不好意思，想游泳吗？我以为一三啊、欸！而且他刚刚还说什么盾牌挡不了火焰剑哦。我不知道。哎、欸，还好我这没开视讯。对，我开视讯的话，你会看到眼皮这么吧，眼球这么翻上去。眼球真的翻上去翻一圈了吗？真的，我已经翻过了。这次的，跳不上去，太高了。这样子。哎、欸，刚刚本来要冲过去炸小雨，怎么刚好有那个、啊、天眼兵啊？吓死了。哈，我刚好放了一个。刚我想说奇怪，你怎么刚刚没挥，现在挥？然后刚刚团长还偷偷来，还好及时丢那个天眼。你们真的是哈，你们也是哈。而且我买两次都给我发光。真的？不是，因为我看到你隐形，然后就发光。对你一发光，然后我想你怎么去打？我说等一下团长应该有事要干，等一下再买个天眼哦。再来一次。再来一次。一次。逍遥小苹果，逍遥小大轩，逍遥逍遥轩吗？逍遥轩嘛，感谢礼物。感觉他既不在，都少了什么？谢谢，谢谢。指令吗？我要礼物，我也要礼物。你又还没开，你也要礼物。
他是说现实的吧，送他火箭跑车之类的。哇，我也要，我也要现实的。现实的也太爽了吧，我也要。我跑车就好了，我拿去卖掉。他撕的海绵上面会不会踩下去有音效、啊？不知道哎、欸。应该有那种水踩出来的声音才对啊。好像没有啊。要这样才对。欸、这样子应该有稍微难一点哦，中间有故意挡一个，挡一点点，挡、哎、一半這樣。说这个吗？哎，按错了。对啊，会啊，变成这样。不啊，直接跳上去就好了。这不踩二玻璃就好了吗？对啊，你跳上去就好了。哦，对对对对对，这个架高。对对对，这样就被迫他们只能走这个一半的。这样也还好啊。欸、有一些会不小心撞到，会旋转跳、哦。还行还行，还好还好，可以。还好还好，跳。哎、欸，这边，耶、yeah. 欸！你看，那边也可以啊。其实不用旋转跳，直接跳过去就好了。对啊，欸、他不是这里直接跳就好了吗？这里直接跳也可以啊。是呢、欸，直接跳。对啊，对啊。完了，你这样团团的心情，不会啊，还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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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意的，故意的，还不会爆，还不会爆。不会，不会，不会。别观赏的概念。为什么要这样做？杰克水中游。杰克水中游，为什么杰克在哪里？里面？杰克这个吗？你在什么？因为我刚刚讲，都有一个水牢，不知道在干嘛，然后我在水里面游泳啊。哎呦！我不要，是踩到压力板才穿进去。没有没有，他踩到压力板就会穿一下，然后就被关起来。这样，那就被关起来。应该是吧？测试看看。我的刘海今天对啊，会不会干起来？抓不出来我的蟑螂血。蟑螂。不是啦，我那个刘海旁边不是有鬓角吗？哦，我很喜欢那种哎、欸哦，蟑螂须。我说那是蟑螂须，那你把它抓翘一点，它就是翘起来，两根呆毛。翘起来，那你要两边都翘起来才会是蟑螂须。好恐怖哦！欸、是头顶哦，不是鬓角旁边翘起来，那很好笑。啊、太强了吧？那就是三太子喽。太强了吧？好强啊，翘两根耶。哎呦，我看到另外一个血小板哦，是凶巴巴的哦，还是你觉得有凶巴巴血小板哦？巴巴血小板哦，凶巴巴有的血路，熊巴巴哇，怎么硬？你为什么要去把血小板伙伴？因为他等一下就凶我了，你先凶回去吧。能凶的时候尽量凶，现在不能凶了。趁现在可以凶，互相凶彼此啊！哇哇，起手转抓，哇，这个抓，我那时候玩越奇心也想这样玩呢、欸，就是故意要吓别人，有没有？故意吓别人，开场是抓，好猛哦！快逃啊！他已经钻石装了，这真的来了，这真的来了。是可是这样看起来真的是很像钻石装哎、欸，像啊，真的好强啊！白痴哎、欸。然后等一下装我材质包，哎、欸，这个我的材质包有没有？我觉得钻石装太强了，要铁装。要锁链装，锁链装。没有你铁装，白天在外面跑，人家说不定就会当真了。啊，你越取缔开始，我也想去。钻石装有点太强，太够强大了。哎，他脱掉，他脱掉，他断错帽子脱掉了，他钻错帽子没了。啊，下去吧。然后要弄皮肤不是可以两层吗？对对对对对，里面是铁装，外面是钻石。一开始先用铁装玩，那后期换这个钻石装，变成小圈直接弄钻装的。对，直接脱装备，哇，钻石装快逃啊！怎么这个水池越来越大了？怎么没有？我怕他们跑出来。他们已经跑出来了。他们已经出来了，真假的？哦，不要趁施工时间跑进来啦！自己施工太久了吧？对啊，你自己的问题还怪别人。哦，这边有一个人欸。哇，就是有这种人啊，自己做不好啊，怪别人啊。哇，欸，我在什么地方？解谜啊，你在什么地方？哦，有人刚刚跑上来，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哭哦。他就叫我哭啊！哭吧哭吧，哭，那就哭吧，就哭起来。Q Q Q， 哭吧哭吧，不是追。嘟嘟嘟嘟，噔噔，男人发哭。为什么你都补得到，我都补不到？什么？这就是我们还七个，少两个。
有人还在努力中，谁还没登入？赶快登！哎、欸，他有钻石中，看他，但他不会跑酷哎、欸。哇不是，人家只会挖矿嘛。啊、哦，好吧。身上装备太重吧？太重，会自己往下坠的。哎呀，他穿金装，金装更重。那块最重的东西是。有的有的，观赏区施工完了。观赏。哎、欸，小雨没听到乔飞说什么？什么？说什么？哦、欸他，他没听到，他没听到。我们说什么？什么？没有没有，夸奖你的话。一定不是。我没有听到，可是应该不是吧？怎么会？我从头 always 在夸你啊！哎呦，有有。